Mount Shark 停车场 ，Mount Shark 我们又回来了。这个山这次是第五次爬。你们不要绳子爬那个吗？这世界有那么多人。从湖边继续往前走。人群穿着上一条湍急的小溪，十分凉爽，就是在空调房边上。这就是Castaway 山脊下面。这悠长命运中的晨昏，常让我望远方出神。崖壁爬到山脊上，灰树叶飘转在池塘，看飞机轰的一声去远乡，光阴的长廊。脚步声叫嚷，灯一亮，无人的空荡。晚风中闪过几帧从前啊，飞驰中旋转已不见了吗？远光中走来你一身轻，身旁那么多人，可世界不声不响。我爱你。这世界有那么多人，多幸运我有个我们。这悠长命运中的车，我说想见你，瑶瑶。笑声中拂过几张旧模样，留在梦田里，永远不散场。暖光中醒来，好多话要讲。世界那么多人，可是他不声不响。现在是2021年7月1日 Canada Day， 下午3点，三友会一行七人登顶 Mount Shark， 欢呼一下 ，Good job guys！ 没有这一季，感觉都不是山友会了。